因为感觉到近年来海内底垃圾对生态环境影响真大，台塑企业是响应行政院环保署的政策，动员200多名员工同齐伫咧卖料、烤厝料来办理今年度第二摆的净碳，期待伫大家拍拼之下，会当好在地生态环境愈来愈好。在卖料、烤厝料时，讲大家拢真努力，将干净的垃圾捡起来，准备等下和清洁队再回去处理。这是台塑企业举办的净碳活动，除了台塑员工以外，嘛有真侪店家贵宾到场，做会为环境维护尽一份心力。北提的时阵吼，每一年吼，垃圾也真多吼，啊，所以讲那游客也真多，所以代表讲那接着白蛤蟆时阵吼，所以带着多吼的困扰，所以讲每一年啊净碳的时阵。台塑嘛，拢有出钱出力，吼，来甲乡公所来配合。尤其阮亲们遮几个兄弟，拢有来斗相共吼，来甲清洁垃圾安尼。因为感觉到近几年海内底垃圾对生态环境影响非常的大，台塑企业是响应行政院环保署的向海致敬政策，动员200多名的员工以及含各单位共同合作，积极地卖掉烤厝料鱼港来办理今年度第二摆净摊。守护海洋环境是相当重要的课程，我们云林县环保局目前积极推动向海致敬海岸清洁维护计划，那在此也呼吁大家以实际的行动来落实我们源头减量再利用以及我们的海洋环境教育。那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净滩活动，那也希望能够透过公司协力共同努力，一起来让我们的海岸更干净。今天是配合我们行政环保署的向海致敬的一个活动，我们跟云林的环保局甘蔗区的服务中心跟乡公所我们乡长家跟我们清洁队跟我们的饲料大队来共同我们的员工承包商来共同来办这个净滩，希望讲吼，咱遮有一挂海边啊，遮的垃圾收好起来，大家宣导讲吼，咱垃圾做好分类资源回收，尽量安尼就袂到海内底，就袂影响到咱的环境。期待伫民间企业以及公部门的努力之下，会当好在地生态环境愈来愈好。记者林佩莹采访报道。